现在上手写啊，上手写啊，先还是从页面往后写。我首先是不是找到这个页面吧？我是不是点着编辑，对不对？点编辑，哎，一般情况下编辑我是不是就不用提示了？不用提示您是否是要编辑，对不对？我直接就跳到那个编辑的那个页面，对不对？编辑有一张图，当你点这个编辑的时候，我这个地址后面是要带一个 PID 吧？这个 PID 是不是要到一个叫 Admin Show Plug 是吧？哎，带着这么个东西啊，那这怎么写这个？啊，这样写，啊，这名字想这么写无所谓，这么写吧。然后在这当我点击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改这地址吧？从前台往后改，是不是点着改这地址是吧？这地址找哪个页面啊？是不是还得找那个这个页面是吧？我要打开这个地儿，刚才我改的是不是往下走？这个地儿是不是删除啊？这地儿是不是上那个修改嘛？那是 edit 加 f 对不对？修改。当我点的时候，我在这儿直接找谁啊？你肯定不能找他呢，我找谁啊？我是不是得找自己写的那个 server？ 为什么？比如叫 admin， 收呀，我这样啊，不，这一层 product product u， 哎，就跟刚才那个命名规则一致啊。你这个叫不叫真正的然后更改？你这是跳往哪儿？跳往那个更改的是不是 UI 页面啊？是这意思吧？所以就这么写。然后这么写你干什么呀？你是不是要带个参数给他？他就要跟你点这东西查该商品的信息吧？嗯，没错，是吧 ？PID 等于这怎么写？啊，这儿是不是就 OK？ 直接谁写呢？因为我是不是在鲍云环内部的嘛？我直接拿 PL 是不是获得 PID 就 OK 的嘛？对不对？所以在这儿找括号，这个 PRO 点 P， 这就传过去，是吧？而他说这东西我用拼到外边吗？不用，我这个意向表达是，它有自动是不是解析被解析的能力啊？它这一解就能解析出呢 ，OK 吧？哎，这就行了，就传过去呢，传到这个位置。但这个我是不是需要创建一下吧？哎，创建一下。大家想一下，我在这个内部需要做哪些事情是吧？我把它创建了。Admin UI Server。那在这 edit， 分析是吧？好，到这儿了，我在这儿干什么呀？你先说这个页面谁访问啊？是不是我在页面上点那个按钮时候访问他呀？访他，我是不是点按钮访问他的同时，然后给他带个 PID 呢？我这首先要获得什么？那个要查询 PRODU for大的那个叫 PID 是不是 PID？因为我在这儿，你说要修改一样，我在这儿主要拿 PID 查它，怎么写啊？对 ，request request 吧，点 get parameter， 这叫 PID， 人家给你的，是不是获得一下，对吧？获得完之后你要干什么事情？传到要干什么事情？你是不是得往传根据 PID 查该商品信息吧？全部信息，说你要传递 PID。查询商品信息，啊，这个其实叫 admin product service 是吧？等于又一个叫 admin product service， 那肯定调个方法嘛 ，find product by PID， 这名字是不是一看就懂了？根据 PID 就是查商品，对不对？把这 PID 参数是放下，有返回值吗？有吗？有吗？你说查询呢，你还没有吗？就是，是不是就是这个该 PID 的商品，那商品对象吗 ？PLGUCT product， 是不是你讲导包？导去吧，这个导包 ，OK， 该方法没有是吧？创建。根据 PID 查询商品，查商品对象，对不对？这儿呢，传呗，没业务就传嘛，用它是吧？然后 DO 要调一个方法，对不对？就 find product by PID 调它，然后把 PID 作为参数
传进去，最终给我一个反值，就是复杂对象，直接把它堆上来，是吧？然后这个丢层当中把它创建的这方法啊，创建到这是不是就这个吧，是吧？然后这儿呢改什么 CELCT Sure From 我大小小 VM 啊 From 是吧，是不是就条件呢？你这时候查全部啊，现在我是根据你的 PID 去查某一个商品嘛。 OK， 下边执行 runner 点 query 方法，是不是这个？然后这个 PID 吧，这儿呢 new bin handler 一个、是吧？在这儿呢，把它给我扔进去，是吧？这有异常抛出去啊，当然它的反值就是一个 flag， flag 是吧？然后将它 return 吧，这层完了，是到这层被抛，是吧？到这儿呢，不是这是吧？这是被踹啊，踹一个，踹完之后呢，踹完之后把它放二层是吧？那是吧，然后 OK 在这接收一下，你这你解我这个操作都执行完毕之后，是不是代表 product 已经根据 PID 查到了吗？查到之后我要干什么？我是不是要在这个页面是不是回显啊？你回显的话跟之前一样，你是不是先把 product 对象放在预当中，再跳转到或者转发到这个页面进行显示吧？你取是能取出的，对不对？这怎么解这个 request 啊点赛道 tribute product 值就是 product， 然后转发过去 request 点赛道 会计 treasure 是吧，是吧？ 转到谁啊？有个 edit 吧，是吧？ admin 下边有个叫 product， 下边有个叫 edit 点 psc， 对不对？你这完事儿了吗？是不是到这儿再改东西啊？但别着急，这还缺个东西呢。这儿呢，这是要查全部的呀。因为你这个虽然它现在你比如说小米四 C 是手机数码，我一会儿是不是可能要改一下啊？可能要改成是不是这个大型家电啊？没你吧？有可能在这改啊？你这怎么办？你这有这数据吗？这页面上现在没有啊？没有。但我那个增加是不是有这么一段代码啊？找增加，增加在哪儿呢？有个叫 admin add 吧，是这个吧？哪个代码？是不是？你把它干什么 ？copy 放哪？关闭，放这儿是不是 OK 呢？我说这代码你哪句看不懂？啊，你这个是获得该商品的信息，这个是获得所有的类别信息，因为你获得所有的。类别信息干什么？你这是不是最终要全部显示啊？所以这个、我不是全部显，是全部显示，全部要都显示，对不对？都显示，所以你这是不是也得查？你这不查人去从哪显示去？明白吧？都要显示啊，这十几个都要显示，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跟刚才一样，是查完给它放到预，我预中再去搞啊？那现在放去到哪个页 ？edit 吧，到 edit 页面，可能是不是加 T 加 R， 是这个吗？不是这个 ，Web 二十的这个 product 下边对不对？我打开，改哪儿啊？改静态的地方吧。商品名称，这写什么呀？能看懂吗？你在这个地方，然后，哎，是不是我这多存个东西，你又迷糊呢？我现在往预当中原先都存一个是吧？现在我往预当中存两个数据行不行？可以，你存多个人管你干嘛？存多个是不是也行？名字你别不重复就完事儿了吗？我是存 product， 又存 category list， 先是 product 代表该商品的数据，是 product name 吗？是不是 ？copy 分。后面呢？是否热门？这个不好选，因为它是一个选择的，对不对？咱看直接显示的，这呢？这呢？对吧？是不是写啊？那这样下走，再 copy 一个，这叫商城价格是吧？商城价格怎么写？是 shop price
是吧？上下走，图片这不用管吧，是吧？不用管的。所属分类这是不是也不好干啊？就差这个上框，对不对？它能直接显示吗？不能直接显示。上下走，商品的描述，这是什么东西？Type Diary 吧，你们当时在学 Type Diary， 它跟这个 Input 普通的 Type 书框有什么区别？多行，这是多行，而且你要想让它数据回写，你是这么写吗？不是，那直接写哪儿啊？是不是写它标签体内部啊？开始标签，结束标签，是不是中间啊？嗯。Product 杠 D P D E S D P 是不是 Description 是吧？这么一单词，别的呢？没了。没了，是不是这东西啊 ？OK， 这地儿上还得显示什么呀？全部。全部吧，那你这改成那个叫 CD 是吧 ？CD 就是好提交啊。OK， 怎么显示？跟我们刚才是不是一样啊 ？C 冒号，这还没加载呢，我得把它加一下。版号，版号，艾特 tag.lib.ur， 哎，啊，这个是吧？Perfect， 是吧？往下走到这儿吧，啊，这儿我怎么写？跟刚才一样吗 ？C 冒号 for each i， 你刚才存到预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 category list 啊？你这儿呢？取呗，开成 list， 哇，其中的每一项是吧？就是 category 嘛，是吧？进去是一个。Open，T I，Open 什么？然后这儿呢，值是谁？值是不是这个 category 当中那个叫 CName 呀、啊？人家 CName 是吧 ？CName 吧。然后这儿要贴一个 value， 这 value 是不是提交时候要提上去？不是，提交是提交它呀，提交它呀？是贴它吧？贴你被选中那东西啊？这怎么写啊？Category 点 C， 是不是这意思？看着，回到这儿，我把这个给我启动一下，咱看效果。这个东西怎么还跟不上呢？啊，走，刷一下啊，这儿，是到这儿呢？我是点编辑啊，小米四 C， 挺好是吧？还挺好。哎，你说这没错啊，小米四 C 是不是就属于手机数码啊？因为它正好第一个是吧？来改改它电脑是吧？卫星的，啊，卫星是不是也改啥啊？也属于数码啊？这是行这个？电脑办公，它是不是属于电脑办公的？哎，这怎么显示？其实在这你可以看一下啊，我这个卫星这台电脑它的 CID 是几啊？咱看，肯定不是一啊。从这个你看可以推断啊，这个小米 CC 后面是吧？小米 C 的 CID 是不是一应该是谁啊？再到我这 category 找一，你看我那个微星那个原来是几啊？你看那微星那个啊，啊这个就关掉啊，微星的。啊，多少行？42是吧？微星的是吧？几？二谁？二。电脑办公。电脑办公嘛，但是给我显示还是这个手机数码。我现在问题是问大家啊。当你页面显示的这个微星这台电脑，就这个数据，它本身这个 product 对象是不是包含着一个叫 CID 的东西，是吧？这个 CID 应该是几？二，因为你数据库查到是几，它是不是就是几啊？你查到的是二，是不是就是二啊？怎么办？你看啊，我看干嘛？右键看源码，在右键看源码，查看这个子框架的源码。现在大家知道我这个微星是不是二啊？微星这个 CID 是二啊，你往下看，看哪？看这儿吧。我怎么让这个电脑办公被选中啊 ？Select input。其实你可以看一下，你就说这业务性啊，我是不是这个当前这个微星电脑那个 CID 已经把数据带到我这页面了？它是二，对不对？你看，我是不是跟这个所有的 option 的 value 比较啊？哪个 value 跟我现在本身这个 product 对象的 CID 只要一样，哪个是不是就被选中了？被选中有什么特点啊？select 等于 selected 或 selected 等于 true 都可以让它被选中吧？嗯。所以你怎么写？这一段是不是要通过 GS 写呢？还是怎么写啊？这个？GS
啊，根据我们的需求，刚才说的需求怎么写？就到这儿啊。页面一加载完毕之后，我就获得该商品的 CID， 然后我再获得什么？所有的这个 option， 我付循环 option 吧，哪个 option 的 CID 跟我当前这个商品的 CID 相同，我就把这个 option 的 Sanctity 给它设成 true。 我说这个逻辑能听懂吗？大概能是吧？那下边怎么做呀？啊，下边怎么做呀？啊，找到这页面吧，页面是吧？在哪？在上面写吧。header 是吧？我要用 CS 呢，这个比较必通过 CS 啊。script 呢是吧？用 CS 你们脑子就大了是吧？我要干什么呀？我要页面加载完毕之后，完毕后干什么？再去确定怎么样哪个 option 被选中。当在这儿有加载的过程，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哪个先加载啊？啊，是 option 先加载啊，还是我这个 CS 这代码先执行啊？啊？应该是瀑布式加载，是不是 CS 先执行啊？但你是不是可以加这么东西啊？这学了吧？这叫页面加载完毕事件吧？这代表什么？等你页面上所有的是不是东西都加载完毕之后，我再执行这代码。当在执行这代码的时候，我问大家，这个 option 都加载完了吗？加载完了。都加载，是不是现在内存当中那份 option 都有呢？我在这再获取，是不是就能获取到了吧？是吧？哎，我现在要做的是第一个，我要获得什么？获得当前回显的这个 PRO product 的 CID， 是吧 ？VR 这怎么获取啊？是 CID 等于怎么获取啊？document 呀 ，document 干嘛呀？啊 ，document 干什么？我说是回显的 product CID， 哪人家回显的 product？ 你这不是都回显的 product pname 吗？回显的 product 不是 match price 啊？回显的 PID 怎么搞？照着图。什么呀 ？PID 是不是这个？最好这样一条，明白吧？你就我这意思，你加引号，比如这是叉叉叉，是不是就把叉叉给 PID 呢？你要不加引号呢，你写个叉叉叉，这啥意思啊？是把这变量都付给他呀？他没有吗？所以你要干什么？你是得这么写吧？你说这样也行啊，也行啊，没问题啊。只要在一个页面当中，只要在一个 CIP 页面当中，我的 ERF 都生效的，在 CS 当中也生效，在下边呢也生效，都可以啊。获得它们还要获得什么？还要获得所有的 option 怎么样 ？option 明白吧？获得所有的 option， 当然我这 option 单指谁啊？单指的就这个吧，在这 option 是吧？获得所有的它下边的 option。下的 option 是吧？这怎么获得 ？VR option 四等于怎么获得 ？document document get element element id by 啥 ？id 啥 ？cid 啊？他没有 id 啊？没 id 加一个吗？你加一个。没有，他没有 CID 嘛 ？ID 加一个叫什么呀 ？CID， 叫 CID 吧。行，叫 CID 吧。它的冲突啊，又冲突再说啊。CID 啊，写这儿呢。我这根据 CID 获得什么？获得是啊。这儿来给他。我现在是不是要获得它下面所有的 option 啊？怎么写？点 options。这还不能这么写是吧？行，就直接写吧。点 options。啊，这是创的吧？学过没有？学过。我写这能看懂吗？传子学了吗？学了吗？你说你在 CS 不学这，你学啥呀？啊？该他们 by ID、by time name、by name 是不是都得学啊？这三个对不对？这是获得 ID， 这是那个谁？这是那个 O Sanctity 的吧？我是不是获得他下的所有 option 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然后呢？便利。
啊，你现在咱看一下，我这到底获得到没获得到啊？能获得到啊？你别写到最后，到时候哇，怎么没获得到？行吗？九个吧，是不是九个能获得到？那下面呢？电力啊，是不是这比较呢？这比较什么？得比较每一个 option 与谁啊？与我那个 CID 吧，它是不是相同？某一个 option 的 value 与 CID 是比较啊，只要相同，是不是代表那个是被选中的？哇啊哇 ，i 等于零 ，i 小于什么呀 ？O P T A O S option 四点 L E N C T H， 那是啊 ，i。对，哎，佳佳，帮我看点啊。多了一个 A， 多个 A 是吧？好，是吧？这内部怎么写 ？If C I D 等于谁 ？Options， 哎，这每一个那个 option 吧，点儿。如果相同，我就让当前这个 option 叫什么呀？的 A L C T E D 再写吧 ，the method 等于 true， 这完了，这我写对吗？逻辑上是不是应该能明白吧？你现在再试一遍啊，应该能刷过去呢。看它没变化是吧？看谁啊？等电脑是吧？还属于数码是吧？刷新啊，应该我写错呢，我也不知道哪写错呢。你只能还错吗？只能还手数码了，找了哪错了？等于 value 吗？哪错呢？这个没错啊，它的什么呀？在谁啊 ？var i 等于零 ，i 小于 option l e n g t h i 加加 if cid 有啊，等于 option 四 i 点 value 没错 ，value 是它吗？这也看一看。是不是？你看能不能进去玩的吗？但是能不能打呀？这个排座你要不用就这个 filter bug 啊，要不就用这什么？我认识了。要不就打断点啊，能打断点啊？你那个开始工具跟 filter bug 都能打断点，我先看一下它嘛，有没有值吗？在地赋值错。在地赋值错了，哪呢？多少行？13行。啊 ，PID 呢？没有吗？没有 PID 点 CID， 所以没有被选中嘛。默认还是什么？你再刷一下吧。啊，这也不看它了，看电脑。电脑工作是不是这意思啊？好像还是这个啊。但这同学眼神比较偏啊。OK， 这获得 CID， 我刚获得 PID 进去。刚才为什么显示电脑办公啊？显示那个手机数码、啊，因为没有一个是那个 CID 跟这 PID 相等的，这还不是选中头一个嘛，第一个对不对？那这段代码闲的是吧？来干啥？解 query。几块学的几块是干啥用的？算几块是摆着的是吗？啊？你在真正开发商，其实你几块是跟你的 GS 是混用的 ，GS 几块是混用的。一般情况下我是这么开发的，但在混用的过程当中，你的几块可能会占到50%以上啊，占50%，这怎么写这个？赶快把它搞完这个。我是不是先把这个文件先加载到我的工程当中吧？我工程里有，我看一下啊，我是不是有 GS 啊？是不是有11.3吧？11.0.GS 对吧？来加载它。思科 ，Rift， 后边写一个 SRC， 后边怎么写？我建议大家是把这外聘用写上，又忘了，配置。context.request.context.task 下边哪儿啊 ？GS 下边有个叫 dquer.query-1.11.3.min.不太好记啊，这哪用你记啊？这东西，你这不瞅这儿写吗？你每次这文件是不是得换地儿啊？你瞅这地址写吗？是吧？你想呢？一般情况下，写完之后我需要测一下，测什么？测一下我这地块引入的成功不成功？怎么测？大老虎，
咱们地域。这是不是也叫页面加载完毕实现？当然它比我这个 Windows 加载完毕有一些优点啊，我在这就不说了啊。ALERT 你之前可能都讲过，好，在这儿，我是不是刷页面啊？刷页面啊，走，简单，是不是简单啊？行吧，说明是不是可以啊？这怎么写？早上可能会稍微拖一会儿啊，这怎么写？同样还是这种思想。我是不是就看我哪个 option 的那个弯曲值跟我这个 CID 一样啊？对，这句要吗？这句要吗？要吧，这是得变的。对，下面呢？下面怎么了？下面可就变呢，看着下边这么写，是得见证一下我的机会多强大吗？这怎么写啊？找谁？找 CID 是吧？是找 CID 啊？找 CID， 找 CID 谁？下面是那个 option 啊 ，option 对吧？我找哪个 option 啊？我找哪个 option？ 我找那一个，它的 value 等于我 CID 的 option 吗？是吧？好吧，这不是这意思吧？干嘛说的？这学了吗？学过。选的指定选择器吧。指定选择器。我让 value 等于谁的那个 option？ 等于谁的？等于谁的？啊？等于谁的 ？CID 是吧？要拼串是吧？其实你在这你就别拼了，你把这个直接放这上去就不要了。这么写明白吧？是不是等于哪个 CID 等于我这个干什么？我让他干什么？让他被选中吧。点儿。被选中是吧？哪被选中 ？LP 是不是属性啊？嗯。加什么属性？加那一期的。是吧？干什么？处。完事儿了。一度好玩这个，知道为什么几块我们愿意用的吗？是吧？试一下吧，别人还不知道对不对呢，是吧 ？OK， 点它，我先点一个手机吧，手机，是吧？哎，再点一个电脑是吧？电脑办公吧，其实我自己是不是加了一商品吗？加的商品是放哪儿？我忘了啊，这个是什么呢？也属于数码是吧 ？OK 啊，也属于数码。这是能回显的，你这个要能回显，我问大家，你是还有一个要回显的吧？哪个？是否热门吧？这会吗？这个？这会吗？这就不会呢？这个？是否热门是吧？这能显一样吗？一样，你先找那是否热门在哪儿呢？啊，是不是也加一个叫 ID 啊？好获取吗？也叫一凑的，行不行？其实你把这个代码，我再写一遍吧。我要获取谁？我要获取顶号 is hot， 我不要他，我要他下边所有的 option， 对吧？哪个 option 呢？我看值，我是不是看值啊？我看哪个的 value 等于谁啊？等于我本身，你 product 是不是有个叫 is hot 的吧？就是一样的 is hot。这个东西我让干什么？被选中，这不就该属性吗？所以这东西虽然它不是固定让你记着，你常写基本，反正这也经常用的啊。那回到这儿，刚才刷一下，那这个刷出效果啊，因为它应该都是热门的是吧？嗯，咱改一下，比如把这个小米，有个这里的，我改它了，我那个不好找，我还不知道是哪一个呢。这行不行？小米 4C。改它了，对，懂了吗？是不是没问题吧？哎，这个就关于我数据的一个回显啊，回显啊，主要是 GS 啊跟 GQuery 啊，我在这儿先请一个